因为卷舌音，那怎么说？卷舌。对，因为我自己说话就国语本来就很有问题。来，汉唐语，香港人。对，所以我就会说起来。广东话。然后我就觉得其实老师真的很厉害，在声音方面。你看听得到吧？这个两个小时。对，因为以前就我也朗诵过什么的，就老师一直会劝你叫你要大声点，大声点。是吧？对，就怎么大声的我就不知道。所以我就觉得老师这样教真的很好，然后大家有机会去听到老师的讲话，我就觉得太好了，我有机会来听一下。有机会到香港你们台，让公共室帮我们采访一下好不好？叫我们都去，让你看，我们也见识见识那个摄影机什么样，好不好？给我们抬举一下好不好？既然你说好，咱就是好，真的，90%以上的人都有说话的语病和声音的，不管是慢性咽炎、声带麻痹、声带闭合不好。以及长茧，或者是不是水肿，或者息肉，你到了万方医院，我们所有的钱都给他卖给他们的健保，看海贝喉科的绝对超过看眼睛的，看内科的，听得懂吗？咱不知道任何选举完下来，耳鼻喉科发一笔大财，包括我们的总统，包括很多人嗓子都哑了，出问题了，所以今天值得用科学的方法，记着用科学的方法发音。90%以上的人都不会说话，更不会唱歌，因为今天我们讲的理论，有多少人走出这个门外没有一个懂的？你问大记者，也采访过不少名人，包括歌唱家，包括所有的从意大利、从德国回来的人，有一个比我口才更犀利的吗？有一个人比我声音更圆满的？我们是圆润，他们是尖锐，所以很多人说这样唱法训练出来，歌星怎么唱？还是歌星也要唱出美妙的声音。也要唱出美好的声音，而不能唱出那种鬼掐脖子猫叫春的声音。你今天打开电视机，打开台湾的电视机和广播，全听到的是错误的方法，错误的人在唱错误的歌。我就这么牛，听得懂吗？在大陆有时候还有些中央音乐学院出来的，有歌星有歌唱家，还能把我们调试一下，包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、中央电视台说的啊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、中央电视台。你现在很多主播一个月赚1-2百万的，他声音也是错误的，他全在用这样说话，听见没有？就是说用什么地方说，哪怕用屁股说都是对的，这就叫丹田，就是不用嗓子说。你们不用嗓子说话，嗓子就没有疾病，就可以给医院少一点赞助，听得懂吧？我们再次欢迎这么样的，说不定下边外头就有雨，这么远为了指导他的学生，这么大的面子，我们是何能何才何德何才，有没有一个大人物，对不对？那今天能够冒雨来，这么不远千里不远百里来这里，大家起立鼓掌，谢谢您，好，先把你发送了还是怎么样？请问这大概是？